据媒体4月11日报道，近日张丹峰出轨风波再次引发热议，数次被拍到和碧莹同房，女方还在他的房里换睡衣。同时，关于他和红星的网络爆料也持续不断。据知情人报，红星财产被碧莹转移，和儿子租房住，靠借钱度日，十分凄惨。并且，红星被曝财产已经被碧莹转移完。碧莹被曝为了和张丹峰在一起，还曾承诺张丹峰会照顾红星的女儿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